您还在驾驶 minivan 吗？ minivan 呢会给人一种家庭主妇或者家庭好男人的这种家庭形象。那么现在呢，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放弃 minivan， 从而选择 SUV 作为他们的代步工具。今天呢，我们就为您讲解为什么 SUV 会取代 minivan， 为什么 Subaru Ascent 是您明智的选择。第一点呢，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呢，也就是安全性。那么2019年的全新 Subaru Ascent 呢，已经被美国的道路安全协会评价为最安全等级的汽车级别。那么 SUV 呢，它的这个高的底盘以及它非常好的视野呢，也为它的安全提供了充分的保障。那下面一点呢，我们要讲的就是 SUV 相较于 minivan 来说，在应付复杂路面的这种可变性的情况下呢， SUV 的优势。那么我们知道呢， minivan 中呢只有丰田的 Sienna 它才会给我们一个四轮驱动的选择，几乎所有的 minivan 车型呢都是全驱的，而 SUV 车型呢很多都可以为我们有四轮驱动的选择。而 Subaru Ascent 呢，作为 Subaru 家族系列的产品，它所有的即使在最低版本中都为您提供了全时四轮驱动，让您在雪地还是雨天还是在泥地中都能够提供最大的汽车的牵引力，能够为汽车的安全行驶呢提供最大的保障。SUV 给人的固有印象呢是体型相对庞大，那么它也会更耗油。相较于 minivan 来说呢，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省油的选择。但是呢，全新的 Subaru Ascent 搭配的是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输出260匹马力，在城市的情况下呢可以达到21英里每加仑，在高速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6英里每加仑。这样的油耗呢，在大型中大型的 SUV 中呢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节油表现。那我们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呢，很可能会遇到拖拽行李、拖拽房车或者是拖拽游船的这种情况。那么 Subaru Ascent 呢配备的这种水平对置四缸发动机搭配8速的 CVT 自动变速箱，可以最大拖拽5000磅的这个货物。那这样的拖拽能力呢已经基本上满足所有家庭的需要。对于喜欢狗狗的人士呢， SUV 这种宽大车型呢为狗出行的时候提供了最大方便活动的空间。那么 Saramonti Subaru 呢也非常致力于狗的这种营救的活动，他们已经营救了很多的狗，为他们找到了新家。如果您呢是爱狗的人士呢， Subaru 也是一个您最佳的选择。那 Subaru 呢出现了79个月的连续销售增长， KBB 呢也评选 Subaru 连续4年为最忠实的汽车品牌。那么已经拥有 Subaru 的用户呢，当他选择三门 SUV 的时候呢，自然会选择 Subaru Ascent。 如果您要购买三排的 SUV 的话，那么我相信 Subaru Ascent 也将会是您最好的选择。感谢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